外套脱掉，裤子脱掉，忘了，忘了，追不上，走吧。好吧，开车吧，开车追上我吧。够不容易电了，这一路。就这种小道，这个车到不了的地方，骑行太棒了。我现在到了一个河边。还是很漂亮的啊，有人在这聊天啊什么的啊，可是我想睡一会儿，不对不对，想吃点东西，但没带，我想忍受一下饥饿，准备再出发了。休息一下，还有一个半小时，现在六点，大概七点半的样子能到，那就好了。嗯，拜，没见了，都没见了。拖鞋走。不用，看拖鞋有点冷。这还累。法国西南部的米拉沙丘，然后呢你看那远处啊，有一些扎着木棍的，就是生蚝的养殖地，然后一会儿午饭呢我们就要去吃法国生蚝，法国生蚝非常出名，就我平时自己也非常吃很多这个像吉拉多啊这样的那个品种。二号生蚝，一个三号生蚝，还有一个最小号的四号生蚝，让我们尝一尝。现在出发比亚里斯。